把这剪小块一点好了，他直接吞这个我就好可怕。放了给掉。对啊，你都这么吞的。哇，今天的什么鱼丸大餐？今天吃完鱼丸，明天不会给他吃鱼丸，吃太多了，吃的比我们还多颗。哎，妈妈行动。没有像炸的那么脆，可是就是煎的感觉差不多，80%像。